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Wasabi Gamers。今天回来我们的神魔之塔啦，然后我们打的关卡是三只人马弓，自由的人马呢就是 extra 人马弓的 extra。然后因为我们要等待下星期五的冥王，对，冥王复刻，然后要完成两个下篇的。的十二宫，我们就选择两个母的咯。OK， 你看，那我的队伍太阳换去那个新的狙击啊，那个狙击的，因为他的技能不错，所以就换进去试试看。然后这人马弓有固定我们的 CD 的，所以我就不能拖太久了。只是我缺少了太阳，就专注要好一点了。哇，那个什么鬼？游侠，这个磨一磨的，其实不用紧了，回不了。如果我的火斧是够的话嘞，然后我应该是不用开机这样活着去。如果没有卡住的话啦，卡住的话就中哦。我拿了连线，我那边好。我的修烟呢？哇，两 CD 包，两 CD 就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嘞 ，ICD。然后这个怪领购啊，这个木房龙没有东西啦，混不了。哇，你的命哦！很多你的命，最后一滴还要给我，浪费我一个 CD。然后又继续了这些。！Oh my God！尽量在存我的活斧子，哎呦，那边有点错误啊，破了房了喽，惨了，没有活斧子啊，死定了，幸好是游侠罢了。喂，没有哦，有天降哦，进化罢了吗？塞米镜啊，哇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好屌哦，这里有出租。力量低的，怎么我的回复力那么低的？最近啊，手惨啊，一直转错组，好像惨将哦。全部机跳完了，剩下那个吧，等着你哦。哎，不要换啊！哎 ，OK 哦。哎呀，sorry， 不用紧，不用紧。
传了多少 CD？ 应该是不会很多吧。这是梵高的一个玄武，也是给我破掉一下子罢了。随随便便钻几颗珠给我破掉他的死人房。哎呦，可神了！不是这个，我看 CD 多少 ？CD 四。只是以这样多腐蚀来看呐、啊，还应该是可以的。尽量存标这样挥霍。尽量存火珠。OK， 48 CD 还有多少关 ？CD 一啊。OK， good。第15关啊，又换掉我的斧子，不要换了 ，please。啊，随便啦。会反弹，唬得死人的哦，这样。然后有两只拉，这两只就这里要合体了，因为这里要开始攻击，要高一点点。OK。两只 lizard 的啊，先攻这个。够了。嘿。这是复活变强了，然后我就不想这样快点回他先。就看要怎么样杀他先了。不能拖太久啊，这边不然我会死。应该可以杀掉他。哦，他打不死我。够hood了吧。哎呀，不用紧，不用紧，别小心。我，你看我又转错猪了。沙巴 CD 还有多少关啊？三关啊。技能恢复。早在那边开完技护人了啦，哎。别呢，暂时没有猪，等我一下。如果这边再没有猪的话，应该是死，必死无疑啊！这边，掉了哦！这边，这边要开机嘛？其实可以开开机的，开开啊！OK， 多少 combo？ 三一 combo 还是有。OK， 三十。
最后一定要弹给或者下文哦。哎，又有一个技能回复，不错哟。其实我没有看到攻略啦，打这一关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看攻略。惨了，这里怎么样打？哎 ，shit， 十九关什么？哎，三鼠盾。尽量转三鼠。等一下啊，没有木。哇，好痛哦！很痛哦，等一下，有水吗？没有水。OK， 等我一下，这边就开开龙客，准备下一关。用太多，够用就好。Okay, good. Okay, 来到这一关可以算赢了，真是可以算赢了。人嘛，因为他是把我的活斧子变木，所以就不理啦。这里开完技，他开开大炮给他，开开笑文给他。Okay, 我看一下这里要怎么转。这够傻嘛，够傻了啦，这么多腐蚀。哎呦，还有 1.5 倍那个。简直就可以杀死他了咯。Okay, win already. 那发言呢，又一只。哎呦，很多发言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, Sanho Jack. OK, 没有对看。好吧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咯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 like, subscribe, OK, 拜拜。